我们刚刚有介绍那个等了十分钟的虾仁霸王啊，差点就要忘记拍它了。现在我来把拍摄的模式转成静物静拍模式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虾仁霸王上面啊有橘色的酱，哎，可是我不晓得它是什么，然后看起来应该是蛮好吃的。你赶快吃一个啦，你看你吃一个然后告诉我们好不好吃。它开动咯。怎么样怎么样，转过来好吃吗？好吃，真的好吃哈。那看一下里面包什么。哎，不对，我们要吃的是这一盒才对，这里还有一盒，你吃错盒了。来吧，看起来不错哈，一定要来吃哦。我也要去吃了，没空再拍了。